这是我种的槟榔心芋头。这款芋仔哟，这拢有这款，内底有这个红色的花样这样呢。这个是槟榔心芋，槟榔心，我们俗称槟榔心。这个较细的，这个都俗称陶瓷刀了，这陶瓷刀。心那边来，再切干一下，切一角一角。起来，
那个旁边有那个塑胶袋垫。要放在冷冻库，放在冷冻库。冷冻，这样就 OK 了，这样。将冷冻的那个芋头啊，那个。跟这个一起做蒸的，跟电锅蒸。这个芋头。非常好吃，香好吃。